克里希娜，盛装舞步的动作你记住了吗？丽塔是个很刻苦的人，可不要被她表象上的悠闲欺骗了。继承自她的黑渊白花，是啊，这或许也是一种缘分吧。那位先行者，他在当初就已经预见了今天的一切吗？无论何时，身负使命的人都必须不断努力，不断变强。无论何时，身负使命的人都必须不断努力，不断变强。